希望鼓励更多小朋友能够从事阅读，而且可以从阅读当中可以获得各种知识，所以我才写说拥抱阅读，知识无穷，东方小美人，谢谢，在艺人界是台湾最有名的叶光平，真的，对，叶光平，这个媲美日本的叶光平。把梦想送给共同打拼梦想的人哦，我们谢谢两位为我们宜兰孩子逐梦的我们的吕光浩县长，我们的赖马赖老师，谢谢。觉得说可以，那我们才这样做，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一个前面啊。那么刚才那个儿歌一开始念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对，但是在这里呢，我就给他加了前面，讲到他姨太太哈，想那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那小姐哈，那采茶多年哈，那么。接下来呢？那个孩子真的是很乖啊。然后呢，反过来我看到那个家里很舒服的小孩子，这边照来照去啊，被下功课了。哎呦，那个电视那么吵，我不会写的。哎呦，桌子都摆那么多东西，我不会写一个椅子啊。他就坐在那边啊，在写功课。我最常常看到是什么？我爱个人对睡对过一下跟他讲，阿姨的迄个过一下跟他呢，来放几张图。他就是可以放很大张的图。那因为他的图很大张，所以他要裱这张图是不是就需要一个很大的框？好，那我们那个做那个框的方法就是呢，先用亚克力颜料哦，把那个框涂成你要的颜色的笔呢，刷他的木头框。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这支笔好特别哦，这是什么笔啊？”他就说：“哦，这一支哦，这是我在 IKEA 买的烤肉刷。”他就用他的烤肉刷呢，沾着他的绿色番茄酱，然后呢涂他的框，等到他那些我就画了一个图书馆的图，我今天特别把这张图带来哈，因为这张图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具有意义的一幅图哈，这就是当时我得到的框跟纸，绿色的框哈，还有绿色纸，然后你看哈，这是那厚纸板，就我们自己，这纯粹是手工订的哈，用那订书家去订。然后呢，赌博的那个也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哭吗？没办法啦，已经
知道腰都快断掉，你记得吗？所以呢，就烧了一个大油桶的热水，就脱光了跳进去，就在那个我们的地里面那边洗澡。然后天上一只老鹰就这样叫了两声飞过去，好像为我默哀。没办法，那后来就把这些故事呢，就写在我的第一本书，叫做《我的家的我的家》。煮到它熟了之后，你要等它什么时候把它拿掉，让你那温度下降之后，你饭是香的，不是超微辣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困难。好，原住民的男生就要会做这件事情，女生就要负责要帮低年级的小朋友那个洗澡啊、洗衣服，啊，男生就是要煮菜出来。所以那时候我去就是男生在家，那时候就二十几双筷子开始要用洗，就啊不好，为什么？就是自己到外面去玩的时候，就是家里种什么，就是啊，还有人沾瓦萨米吃。试过，试完之后还告诉你，就他会送一大包梅子到老师桌上，说老师这些梅子给你吃，啊，沾什么比较好吃？啊，想不想去山上？或者是女生，然后呢就是没有人以为我长这样子，可是呢看到我的时候啊，没错，这个就是赖马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觉得这个就是赖马，不过好像我一出现就会被认识。文图可以搭配得很好，它文字有文字的趣味，图像有图像的趣味，然后把它搭，把它做，然后重新编排，然后就开始走这个内容。有没有发现月亮？反正呢，这个在我的那个设定里面其实不是很重要，我觉得，所以我就把我想的，玉皇大帝呢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记年份太难，记动物的名字就简单多了，找出十二种动物来代表。我就随便改一改，我就上去讲，乱讲乱讲，就讲八分钟，结果我第一名。为什么我第一名？每一个人都讲不到八分钟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他们是殷勤狡猾。这个时候，我的训导主任，这就是我的训导主任，北女的训导主任，她是一个穿着长袍的老太太，然后当然也是一口金片子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学老师有很多都是大陆的北大、北师大，那个时候跟着国民党政府一起来的。好，那个时候的高知识分子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个老太太，他就告诉我说啊，那你要代表学校出去，不要有压力啊，我们北女的代表出去一定拿第一，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。你有没有压力？有。对呀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这是事实。那个时候只要穿着运制服出去的，我如果出去代表学校出去比赛拿第二名回来，就是很丢脸的，全校都觉得哟，第二名那是理所当然，你一定要第一。所以我们现在想想看，如果读最好的学校，得忧郁症，得什么什么，这都极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还好，可以活到现在，对，因为那时候不太长进了。好，那有一个字，太阳每天对着蓝天说，蓝天每天对着白云说，白云每天对着大海说，大海每天对着浪花说，浪花每天对着沙滩说。说这个字啊，妈妈每天对着我说说。
尝我是不是你吃的？说啊，做就喜欢那样，是不是？好，你说，爱，还爱这个字蛮好的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帮助小朋友在念这个诗的时候，可以知道第一句要怎么念下来。然后他发现小朋友说，悠悠是黑云飘，灰云飘飘，黑云飘飘，黑云灰云。是城啊，这是城吗？不是，王，是城。